Hello，我是迪诺，今天来玩尼彭雅的大锤。这把武器的战地蓄力时间比我阿公的命还长，而且满续销刃不如奥陶匹斯，真是让我惊讶。我查到的数值是45，这个是满续的情况下哦。都不满续的情况下赢奥陶匹斯，所以战绩还是别蓄力。今天玩跳皮加战绩，但主要都是以跳皮输出。毕竟战绩太垃圾了，只能期待加强咯。武器获取很简单，主线开图必定会看到，打倒附近的熔炉骑士就可以获得这把大锤。这把是特大锤，如果是普通大锤 CP 值会高一点。亚历山大碎片增加战绩输出，大壶重武护符增加重量上限，钩爪护符增加跳皮伤害，双手龟护符超快恢复耐力，黄金树立士增加攻防，下坡莉莉丝后增加全属性伤害，配点蛮简单的，把力量点爆就好。今天想问有没有推荐的 DC 群，又想去交朋友。如果有推荐的可以 DC 大胆赐给我没关系，因为单人游戏玩多了真的是会忧郁症，都没有人可以聊天，说实在有点痛苦。虽然我有魂期待群，但没半个人愿意陪我玩，也许是技术太听人不上。反正多推荐我几个 DC 群，其实我玩的游戏很多，都有机会一起玩到。今天影片就到这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